我怎么那么不信呢？真的，你姐姐呢？我姐姐今天中午才上。接，嗯，中午才上什么舞蹈课？嗯。不是，你姐姐放假了吗？我没放假，上次放假了。哦。我问他你家住哪个区，他跟我说32号楼。好，我上来了，别舌头，再往上问的。OK， 好 ，OK， 十九。进，侧身。疼吗？我有点。这样。小鸭昨天右腿，这第一右腿这里疼了。好，行，来，你不想压右旁腿是吧？不是不想起右肩膀，右旁腿可以呀、啊。嗯，左右手往前往下着地，右手着地，对，十、九、八、七、六、五、四，那是王老师压的是吗？是不是？三、二、五、四、四、八，你压的很温柔了。你这太温柔了。走。他是每天这几个时间吗？洗手。啊，对，记着，他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明天我要在中午上，可能明天或者下午就可能是跟小宇宙一块上，不一定，嗯、我得跟宇宙妈妈联系。九，嗯，八，七，六，五，四，一会儿咱们那个班上来之后，直接就是开始班里，没问题。三，二，一，对，走，转过去，在半个小时之内必须要把它那个解决了。行，可以。把这腿解决，快速搬腿。对，上来太慢，对，十、九。音乐我都剪出来，找不着了。六，你妹妹呢？四，送过来了。嗯，不难了。二、五、四，送了四来了吗？二、一，不对，来了，没进的。应该可休息室呢。衣服都给他买了。行。这听着挺疼的，去吧。哎，来了。早啊，您。早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
腕脖子脚腕，好的，准备甩肩膀，五六，脚下与天同宽，双手推出来，要先想着推拎抛物线，五六七，啊，感觉有人在拽着你的手指尖往上走，对，往上走，好，往正常打一打，五六七，七，六大大，五大大。四三二一，好的，准备，手背后往地上打，来找位置啊，五六七走，一打起来，二膝盖伸直，好，我们大班同学咱们去里面准备耗腿了，小班同学留下啊，老师一会儿带你们活动，走大班同学进去耗腿，进里面那个大教室啊，对，先穿上，先穿，一会儿就脱啊，对，你们知道老师一会儿来啊，带你们活动，你想把他们舞蹈弄弄是吧？好的，那你舞蹈班的留下来，先上舞蹈的留下来，留下来啊，咱们进去走。你们都要上课是吧？对。哎，我们在边上就行。不用打扰你们。来，咱们我们一个砖块在后腿就行，你们练你们的啊。来，准备，快。一人去里面拿个砖块，准备直接后腿咱们啊。走，右腿上，插下去。对，放假了我们。对，滑下去，滑下去，不要，别对。怎么说呢？这边来。
了吗？怎么？我今天会统计一下尺码，到时候我会统一给你们服装啊，好吗？嗯，然后待会儿临下课之前，我们报一下你们那个号码，行吗？哦，还有帽子，今天我又可以买了。然后看起来匆匆来，我今天四点半出来，我给你们搜一搜来。白教室，白教室。
然后最前打一下，好一点，那个格格再往上跑一点，对，好的，然后走，往后走，对，这一块，摸水都没有呼吸干嘛？要呼吸，看见了没有？啊，往远延伸，再把这个放到脸上，不要这样。后腿咱们不是压腿，压腿才能压一下。后腿的话，咱们要用时间去积累的啊。对，手打开的时候，你们要把自己的骑架空，你们要感觉有什么有空间感，明白吗？不要这样就起来了啊！跳舞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让你跳一下就完了，不是光做动作的。你要有肢体的感觉，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能明白吗？再来，走，手架开，有空间，对，好的，对，往远往上，好，走，慢慢的摸到自己的额头。好，走，往后走，转，往哪转呢？哎，你转的时候，你直接转过来了，转到这边就过来。转什么？继续。好，给我一分钟。对，转到这边。好，可以吗？哎，昨天是怎么插的腿啊？对，往下延伸。哎，有的人腿弯的话，我就数啊，我数最后十秒。来，你往外打开，往外打开，尤其是插。快上去。出去。对，游泳。伸直腿，我要数。没绷脚也不数，十，九，八，行，是不是下不来？七，然后你开这个口，好吗？六，好，然后走立，来，对，想到立，走，好，好，跑的时候，对，跑的时候，你们看啊，你们不要这样，脚刺着地，对，稍微跑出来一点，对，然后后背呢往前挑，明白了吗？啊，要迎着风去跑，明白了没有？啊，然后这个手呢，啊，胳膊肘，看我的胳膊肘，不要这样，不要把你的胳膊肘朝后面放，拎起来往前给一下，对，把那个裙子给我拎起来，到时候你们就有裙子了，明白了吗？快点，去抢啊！没上去咱们歇班了啊，但是没上。二一走吧，好，我们展开抬头啊，然后走往后，哎，你们跑太过了，回来点儿，对，你们大概间距在这儿就行了，你们马上跑太远了，哎，在这儿就行了，看一下明白了没有？来，再来一次啊，不用太大，就是跑到你们刚刚上台的位置，就是第二排跑到第一排跑到第二排的位置就可以了，慢了，不用跑太快。好，你下，两一走，立，然后好的，然后走，往后转。对，哎，你们转的时候，你们看啊，你们有人是这样转的，明白了吗？你看，要把你们的胸腰给展出来，对，你们的旁腰、左旁腰、右旁腰啊，右旁腰多使点劲儿，往上斜上方拉一点。对，明白了没有？来，准备五五六七，走走转，走转啊，走下。好，这个地方转会的时候来一次啊，我就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一二，明白了没有？就要下去了，再来一次，准备啊，一二三四走，五六七八，一二，对，右左，好，再来一次，好，这个出去是甩，它是一个甩出去，它不是一个这样摆住的动作，能明白吗？啊，它是甩好的游泳是这个意思啊，要甩出去。啊，放松的手不是那么僵直，要不然就很像幼儿舞蹈，能明白了吗？对，太像幼儿舞蹈，是，你们有感觉跳舞要有灵活。再来，就从转开始啊，准备，五六七走，五六七八一，啊，好的，那个别动，好，过来，十，九，先再往回来，七，好的，六，好，走，抬头看，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好，这个画是二十步啊，往远够，看见了没有啊？你们要对手上最好的游泳，你们要对手上的这个道具，哎，好的，手上这个道具有情感，你们不能说就是道具，我就这样扶过来就可以了，不能这样，明白没有？对，要给什么呀？要给胸腰给过来之后是什么？是旁腰，看见了没有？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提哪儿？提后背，往上拎，能明白了吗？啊，我说的很清晰了啊，再来准备，先怎么样？先往前够啊，塌腰，然后再给旁腰，然后再提起来啊，准备，三个步骤啊，五六七走，一走二。
二一大，再来一次，从这儿来，就从这儿来啊，五六七走，四大，再来一次，有点松，五六七走，四大，好的，走，三好，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用头顶肩带啊，再来一次，走，五六七走，四大，哎，九人晚了，再来一次，五六七走，四大，一对，二三四，对了，往里卷，二七八。好，我要卷到什么程度呢？来，那个刘先生把我的腿给我伸直了啊！来，游泳坐，来啊，看我啊，头顶肩先往上走，你的整个脊椎啊，给我往上拔，然后头卷啊，再使劲往下，再使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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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尽量给我头贴屁股，能明白了吗？尽量给我头贴屁股啊！好，起来，再来，就从这儿来，来，上手，准备，五六七，走。对，好卷，好，你扒开啊，对，好的，再往下卷，合格，好，然后，好，在这之后啊，好，收，来，合音乐，来，合音乐，我看教，对，我刚刚给你打开，贺老师，你们一会儿去领个教室，我们还在老教室，哦，我往前坐下，是，你往前坐，右手往前坐，双腿上举看，右手往前动一下。对了，三，二，准备，下课了吗？他，啊，下课去了。小帅哥，来过来，来，你们上啊，得先上去，快点，刚才压的那个腿，加油，好不好？快点，三，二，一，走。滑出去，直接滑。好，前两个，子萌和奥阳去找贺老师去。来，好。你们两个过来，爸爸爸爸，过来，好，我们过来，走，好的，压着，对，腿迈过来，对，压着膝盖啊，压紧了啊，绷起来啊，起手，拧拧，哎，拧着拧着，对，放正，吐气啊，对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好，快看一下，快看一下，五、四、三、二，走，变成，对。
对，
你这自己也要发力，我帮你转，你自己也要转，对对，转，转下，转下，慢来，走，十，九，八开，八，七，再过脚，六，五，四，好的，三，慢慢来，贴拧，好，再拧一下，放拧，拧得快，贴地，再拧，对，慢慢来，对，好的，十，九，八，七，这个腿好点是吧？六。四三二 OK 走起来下一个准备开始了过来好其他人换左腿快左腿上去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肩膀、五、四、左右、三、二、OK， 走，起，好，下一个，来下一个，还谁还没压？都压完了吗？来过来，压他，真是啊，真是，放放，这个地方 ID 再拧。手放松，再拧，好，膝盖伸直，膝盖伸直，勾脚，勾，对，膝盖伸直，再伸直，拧，啊，拧，放松，伸直，勾脚，拧，在这儿疼了，啊，搬到这儿疼了，啊，是吗？哪里疼？指一下。膝盖疼。这压疼还是这儿疼？这儿硌着疼。这样行不行？疼不疼了？疼不疼了？好。OK， 过脚。OK， 放宽，拧。是，三，好，再吐下气，你自己往下沉一下，二，最后一下，一 ，OK， 好，起，嗯，结束了，一会儿一定要踢开它，好不好？啊？憋着它，感觉有点憋住，是不是？感觉这儿憋的话，吐气。我一压的时候撞着这个胸有点憋是吗？啊，放松放松，现在憋吗？现在呢？你正常呼吸，十、九、八、七、六、五，放松下，吃放松，四、三、吸下，二、出下，一放松 ，OK， 走，好，其他人准备我们变横叉，快，
上来同学头在这边啊，走。然后程度好的跨能直接 ID 的，就主动拿一个砖块或者两个砖块过来啊。下一个准备，六、五，下一个准备，四、三、过来，二、一、五、四、三、二、一，行，上，就好，快，好。怎么帮我拿一个砖块？怎么？帮我拿一个砖块。慢慢往前，上去了，十、九、八、七，别坐地上，起来，屁股别坐地上。谁？我再看看谁坐地上啊！来这儿一会儿，一个砖块直接给你贴到底。来，你让我看到你坐地，我就帮你搬啊。十、九、ID、八、七放松，六放地上，五去后腿，四放松，放松，对，三、二，下一个准备，下一个过来，下一个过来，二、一，进，走。有砖块没有？这些，拿呀！拿开。对，放松，弓下背，走，慢慢放。十、九、八、七、六、五，把腿伸直。四、三、二、一，别动。好，我看。搬到中间啊！搬到咱们其他人换左腿，先屁股起来，彤彤，屁股起来，十、九、八、七，啊，你看木椅不好，六，嗯，再往下来点，四，好的，三、二，坐下，一，好，行，来，我给你给你摆，好啊，这一个，过来，快。妞妞对，妞妞她特别有劲儿啊，你知道吗？爆发力特别好。现在五位。哦。早上八点。对，很好。伸直。嗯。十、九，直接绷下。八、七，呼吸。六、五、四，再放松。三、二、一，好，坚持十秒啊！十、九、八，放松，坚持。七、六，好的。五、四、三，最后二、一。OK， 好，去，下一个，快，好，其他人换左腿，上，几个状况，垫不了，不看平啊，行，看看，来，放松，放松，放松，啊，我感受一下啊，嗯，来，放松，先，十，九，举手，八，没了，七，对了。六，你放松，五，大拇指起来，大拇指起来，四，好的，三，你顶的话容易受伤啊，二，放下，五，四，三，二，一 ，OK， 好，行，结束了，就这十秒，快点，下一个，好，你小名叫什么？洋洋。染了，对，搬到染了之后，其他人去带沙袋啊，快，走，能贴地吗？啊？不知道，眼睛是什么？来弄一弄。早上起来之后呢，这个眼角，对，走，慢慢往下走，十，放松，九，八，七，好的，往六，再拿一边往两边也是往外转，五，对，四，放松，放松。三，最后二，注意一下，五四三二一 ，OK， 好的，去吧。给你压的时候千万别想闭眼啊，你也要配合我们。来，下一个，来。咱们先不用带上来，咱们打完话之后你再把上来带上去啊，左右。快上。啊，不行，还带上来，没有上来负重，他们打怕太轻松了。好，放松。学舞蹈多久了？你也不知道几岁开始学的？嗯，今年几岁了？学了几年了？
对，十、九、八、七，起手。立友，就从你开始学舞蹈开始。四，起手。三，放松下。哎，别跑。你有我俩劲儿大吗？没有吧？起来手。起来手。对。放松，配合。十，哎，九，吐气。八、七、六、五，吐气，吐气。四、三、二、一，下。下一个，快。好，其他人带沙袋，跑快。第二位估计觉得枯燥了，基本功就是这样，膝盖伸直。在日复一日之间努力，你觉得这些动作你都可以做，但是你和其他优秀的舞者他做出来的质感细节是不一样的。二，放松放松，快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好的，三、二，看前面，别看我，对，手起来一下，放松一下，一 ，OK， 好，行，行，行，快。等下一个，谁还没搬呢？过来。看他们在，在。好。走，接着，走，我们讲。好。给你。哎，没问题。很好，十、九、开始转。八，连起来。七、六，好。五、四。发多少？三、二、一，走，去，下一个。快点，先过来，先过来，过来。跑外跑，跑。打开。听到没有？咱们老师的声音。来，准备。都去里面，刚才到我们靠腿的位置，然后大家数一同学怎么上。然后一二一二报数。站旁边，准备，好，好，准备，好，别打我意思啊，准备，五、六，还有谁数一？同上，好，快，五、六，看他们爆发力，来，正好一人对齐一个，帮老师看一下他的膝盖和脚背伸直绷脚了没有。昨天老师看完你们打坏之后呢，我发现那个视频啊，膝盖咱们班的整体膝盖太弯了。再来一次，来这样，行，坐起来，面对立点，不要屁股对观众，面对立点，对，扭个身，对，好，再来一次啊，这一次我们旁边的同学别动，来，一人对齐一个人，一人找一个，然后手臂放两边，抬头挺胸，看我，对，手变好了，放好。你们也要注意你们的气质啊！准备，五、六，膝盖伸直，绷脚背。来，你们手扶地，双手扶地，下面人，对，凳子上人，双手扶地啊！爆发力，录像准备啊！
没有？脚尖绑一下，慢慢，三、二、一，下，走，下左上，你们下这边，下左边，对，下你们，一人对齐一个，子萌左边，五、六、五、六，好点，后背直立，脚尖。气质啊，五、六、七、九十度，一百八，一定要跟节奏啊。嗯，放慢，上，九十，老师没那么快，先伸直收紧。对，就想伸直，先想伸直。哎，跨别跟着摆，中间在中间，跟节奏，跟，别想九十度，然后就想伸直膝盖。Thank you.
踢躺腰的时候，提腰放胯，让肩膀后背要直立，两个肩膀卡住了，上身注意啊，脊柱你的躯干是一条线，五六七走，后背直立。四次很好啊，四次做一次，你们五六七八八八里。要下去，现在你是上去了，但是那个二次发力还不够。好，收，喘口气，所有人下来，准备打下半腿，四拍上，四拍下，我们带着沙袋，还是要经过一个擦地，要主力腿啊，后背直立，准备到自己昨天位置，第二排的上一个，让我看看啊，怎么上去？上去。嗯，好，你打开，妞妞打开，怎么进来？对。准备，膝盖伸直啊！准备搬，先我擦地，四拍上，四拍下，后背要直立啊！来，准备，抬到顶胸，手背后，拔起来，先我擦地上啊！新的手一拍出手，五、六又得走，七，对，老师要看擦地啊，甭脚背，主力腿，尤其是主力腿，我要看啊！来。举起关节敲着啊，敲膝盖啊，准备五、六、七，走，三、下，六有控制的，走，八、二，小腹别动，下，五，再放正点，先放九十度，七，九十度，三、二、三，就这样，完事了，就放正盘，九十度就伸直，二、三、下，不松紧，六、七，朝上。两个肩膀拔正，漂亮，往上拔，整个人长高三公分，四四抓脚跟，左手抓脚跟，漂亮，然后脚尖往上，左手抓脚跟，十、九，第三排的同学往上拔一拔，八、七，好的，总总好，拎一下，五、四，对了，三，老师说了，就从侧面看要看到头的，看到鼻子，三、
第一盘鼻子有了，第二盘鼻子，二十次，好的，手勒一下，一下，好的，收。单腿也是，如果你单腿想进步的时候呢，单腿如果想进步，你就想我要持续往上顶，持续膝盖伸直。你习惯性这样发力的时候呢，慢慢你就稳了，你就不用再想了。哎，有一天我可能是扳到这儿，我再勒一下。一定要做单腿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自己极限，好吗？就十秒的时候，来准备，再来一次啊！反面，后背直立，来来来。现在看，啊，经过擦地上啊，五、六、走、七，拿起来，手指尖，压肩膀，沉肩，六、七、上，擦地，二、三、下，捧脚尖，六，会捧脚吗？走，再经过擦地，二、三、下，你的脚下别动，每次搬腿的时候呢，主力腿是在地上的，你不要每次低，先转一下胯，这不是转胯了吗？放正了。你可以先从九十度抬起来，准备，五，站住手，肩膀放松，六，七，走，别重胯，一，看到没有脚下，三，下，五，基本功好不好就看脚下，二，就看单腿那一下，下，六，七，上再动动，哎，还有就右手不要动，我不要动，都是相反的方向，你看你们重胯了，看第一排很正，看到没有？第二排老师看一下，十，九，刚才是叫什么？燃了，好，燃了，我知道了。七、六，还不够。五、脚跟先走。四，是不是可以到这儿？三，右手抓脚跟。对，左手扶小腿往前来勒。对，对了。三、二，捧捧脚膝盖，勒一下，有控制的下，走下，慢慢的有控制的下，点地，收。好，放松下，喘口气，很好啊，注意细致。把肩膀打开，旁边准备啊，后背直立，往这边来点，我看不到你了。对，后背直立，五、六，走，七，拔起来，屁股收紧，正后方走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擦地啊，但别出胯，你的重心别跟着出去，重心在还在中间的，往上控制的起，手别耷拉下来，撑住劲儿，五、六，拔起来，走。不对，走，想控制，都想控制，啊，没捧脚，这脚怎么会有一个勾一个猛呢？你看这绑，走，绑，下，能不能再绑脚？别这样拐个脚，放正了，脚掌在地，脚掌六，走的时候脚掌直接擦地走，不要这样拐脚，六，七，走，走偏，你看，还是不稳。你的肩膀别住你的腿了，你要让开它。六、七、走，一，好的，二、三、四，往这边再来一点点。好，走上。对了，带住不动啊。九，让肩膀八，然后胯再往前顶一点，这个胯再往前来一点。六，对了，五，膝盖伸直，再上四，这个胳膊就打开。哎，好的，注意膝盖，长腿很好啊。三。慢慢就好了。二，好的啊，起，都直，我们拔。二，勒一下。一，慢慢别动，控腿，控腿。来，控一下，比一下，第一排高度。走控。五，四，三，打开。二，一下。我不知道，别动，手站住。好，加个呼吸是吧？呼吸。看右手边，哎，太大了，一点点。提，对，好，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进到练舞厅之后呢，就想着就是我要和其他同学比一比，就像我刚和考试分数一样。我们舞蹈专业课呢，只要比谁做的这个动作更标准，啊，更舒展。那老师是这种的，比如说哎，我们要去跳舞蹈或者去演出，我就想我一定要去做到极致，让别人看到我才行，对不对？啊，一定要学会表演，学会把自己展示出来，好吗？要有这个自信啊。反面准备旁腿，五、六，走，七，经过擦地，压肩膀，脖子拉起来，一定要经过擦地，同学们可以慢，但是呢，经过九十度的时候就要快速计划上了，
一蹦就要上去有控制的，五六七走蹦，你放慢是为了控制下，六扎地，脚趾尖手指尖走，一脚趾尖不能晃的啊，下，有的搬上去之后脚背还在晃两下是错误的啊，上去之后就是一个质感，六七上面晃，一脚背别再捧一捧放开，七带住动，好的，快速上肩膀，十一百八九后背直立，八七抬头，六五四四把膝盖主力腿蹬直下，三胯往前顶一下，二漂亮，走勒一下，扭扭双手勒一下，好的，彤彤，二勒一下脚尖，手控一下，走，好的，五，多努力呀，四三二，手低点，一抬收，放松下，喘口气，好收，放松，好，咱们刚才楚毅同学上马上快速，那里面那那三个人上去，那就 那三组啊，你们上去拍照。对，上去。刚数的人去那边，数二的人来这边。刚数的几？二。来，快！来，我们搬正腿变旁腿啊。对，好，就上。不，刚才踢腿位置，谁踢的腿？是谁搭档的？快找自己搭档。对，好，准备。踢搬正腿变旁腿啊。六七八，正腿转身放胯旁腿，正腿转身放胯旁腿，好不好？是一个新学动作啊，准备，谁能理解、啊？做一次，做一次。六七，不能背，一，啊不，你要搬上去。六七，带住动，一，一，二，三，走。六七，走，正腿正常放胯，哎。左方转身，这要看你的中段控制能力，你的中段千万别跟着摆。有同学，这个动作要领啊，就是要提醒你的中段，永远是要往上拔的。如果你细化的话，把自己放出来，放出来的话，你的重心就稳，不稳了。你永远想着我要胯要提起来，核心要收紧。试试，我们第一组，快，准备，来，往后去点，我们往后站一步。准备，五，好，够了。五，六，六，五，六，你们下来点，下来点，对，别来了，你们别动，你们第二组留下来点，往退一步，别别，对，五，六，七，上，二，三，别跑腿，对了，对了，下，正，三，漂亮，彤彤，这个动作要回家练习一下，好吗？老师发群里啊，来录像，录像来一下。来录掉啊。五六，老师到时候发群里啊。五六七，勾脚。一，好，胯提起来，走，控制。来，走。走。对了，下，收，放一下。好，喘口气，好吗？好，所有人倒把下，快，到刚才位置，小肩膀准备。我们快速活动肩和腰了啊，后背直立，五，六，双方合十，肩膀，好，右手，收，往正方打五个，六，往正方。需要带过肩十个，准备推拎极限走啊！对，旁边的腰带还有五六，往外推啊！拎五六七，同时走走。蹲，蹲，蹲，一个人来，我们一开始啊，走，一，好，下一个，走，一，下一个，
下午回家五十个，过天没过去的，这十天能过去不能？天吗？能不能？对哦，行，下一个，走，妞妞。啊，好，站起来，行，快点，行，来准备，最后十个啊，再小一点，你们两个再小一点，不能过去肩膀的这十天，老师有个期待啊，争取最后咱们一展演那一天能把这个肩膀过去。绷带绑在你的腿上，哎，不动，一人先拿一个砖，快，跑快，一人先拿一个砖。来，王老师帮我把垫子先放一下。欢迎秋玲送的小心心，小可们、小可爱们真棒，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大家早上好。树还放着？对，把咱们放那儿吧。这样趴，刚才我们后腿位置 ，OK， 走趴，快点快点，你不用带，没有带腰带不用带，快直接跑过来，快跑过来，那有个腰带，那就带那个，快趴趴地上，趴下，胳膊伸直，飞机准备。五六，让王老师帮我们录一下啊。对，你这个角度往这边录，然后保证我们不倒就录下来。来，准备，腿伸直，膝盖收紧。五六七，走，一，关谷，三，开机了。有的人眼睛马上就瞪大了，录像是在外挂的时候，你可能刷着抖音，刷着刷着，哎，刷到贺老师了，一看我怎么胳膊都没伸直，我怎么眼睛都没睁开，四就给我发上去了，三二来收，来最后十个，五六别过来走。俯卧推腰，胸腰和大腰二各推二十个，现在开始。低头，你先放松，肩膀对了，然后胸腰，吐气，吐气，哎，好的，吐气，放松一下肩膀，哎，肩膀再放松，吐气一下，漂亮，萌萌。哎，我们是不是在家一直练？啊，我看出来进步很快。回家在家都练什么？薅腿，是吧？下腰，两个线。好的，这么手别动，对，手放松。好的，抬胸腰。哎，又响了一下，是不是？胸腰和大腰都放松一点。对了，抬头下。对，响了之后就好了。吐气，好，十、九、八、七，其实没有那么软的，没有那么硬的。四、三、二，是不是？你看，连续两天上完课之后呢，这第二天马上就感觉又软了一些。这谁呀？孔令仪。啊，孔令仪的腰是很软的，放松肩膀。三、二。同学们推腰，快别停！二十个做完了吗？二十个做完的同学啊，跪下腰，十个。腿、啊、对肩膀，哎，同学的肩膀还有胸腰、大腰都很软。咱们就把咱们正腿再解决解决。每天回家提前虚啊，
膝盖伸直，咱们去做一做。然后踢腿的时候先想膝盖，好不好？直。因为咱们课堂上的时间原因，咱们就没有做体前屈，你不要做体前屈啊。然后想膝盖伸直的踢腿，三、二、一。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就慢慢的做膝盖伸直，四个伸直，三、二、快点，好，手别动，一、二、哎，好的，快点推，快点推，两个。放松下，四四好，一，嗯，好，一的放松放松。你是谁送你的？嗯，妈妈来了。妈妈不用上班吗？嗯，不用上班哈。不信，不信，不信，在哪开的？什么时候请老师吃个饭？放松肩膀。我不会说了，不行。改天我去吃饭吧，行不行？花店，好，花店，我要去饭店，不信。嗯，放松，不信。花店正好，不信。五、三、三、二、一，收。那下次老师订花的时候找你，行不行？好，来准备，一起做一次跪腰，快跪下腰，把这个腰带，把这个腰带松一下，对，跪下腰，来跪下腰，来，咱们叠手啊，蹦一下，快，来准备，快，六七叠手，看谁的叠手最标准啊，指尖往上，夹紧头。脚尖绷住，好，空胸腰已经平的啊，我们一做个示范，六七下，漂亮，看到没有，完全是一个平的，两个肋骨往上顶，好，行，非常好，来，准备一起来啊，叠手，萌萌，叠手要伸直，对，好，帮我摆一下啊，六七，别动，伸直立，走下，一二三七，你在下的过程中的两个肩膀用力往里下头，六七下，二二三七，好的，六下走三，好的，都平了。那王老师帮忙录一个，走四七，就做标准一些啊。咱们班整齐的时候呢，老师发这个抖音才会整齐，走，点赞才会多。七五六，平点走平。对了，梗住脖子，小胸腰往上。最后一个，不动五。四、三、二、一，收，行，好，放松一下，喘口气。好，做四个跪腰，起来啊，伏地直接起。来，我们反面做个示范，五、六、七、下，一、二、三，走，二、二、三，好的，够了，够了，准备起来，伏地就起，有控制的啊，来，准备，五。六，老师讲的，录了啊！双手拎起来，五、六、五、七、八，放哪里？下，别管，管了后面的人。很大了啊！收，放松下，好，腰带取下来，快，在腰上，准备，把下下腰，准备。孩子们不上学吗？上学这样多痛苦，您觉得痛苦，我们觉得这多幸福呀，是不是？能学习舞蹈，练基本功，对不对？大家痛苦吗？太开心了，是不是？来，快，双手拎起来，四拍下，四拍起啊！来，这边有个那个，拿起来，拿走。对，好，把脚分开，把脚分开。哎，好的。来，准备，双手拎起来，拎，不用叠手啊，经过胸腰，四拍下，四拍起。我们谁做个示范？谁可以？来，我们一做，六七走，一二三七五六，再放慢走，二
二三七。对了，一定要感受胸腰和大腰的过程，你不能下去什么也不想，直接没控制的落地是不对的啊。你的腰想要变得好，你的肌肉要保护好你的韧带。怎么才能有肌肉呢？就是全身收紧往上拔。准备，四拍上四拍下，六七走你，一二三起，跪地，跪地下腰，走二，起是控制的，走三。你为什么要站下腰？你为什么要跪下腰啊？行，你站下腰，会宇坐。最后一个极限的走，往里拍吧，往里拍吧，不明。十、九，漂亮，八、七、六、五、四、三、二、点一，起，好收，来，能并住脚抱住的，准备，来，老师这儿，快，过来这儿，对，让王老师给你们甩，抱住的。好，其他人来找贺老师。手直接过去，一拍抱膝盖，直接一拍甩抱。来，再去两个人，来，走，快抓，朱建一，对了，走，朱建一做二十个，往里打，朱建一起做二十个，十，老子们别挡他，八，啊，别挡他，你们过来了，子萌起来，五，啊，四，放松，三，胸腰，二，一，对，膝盖都直线，二，漂亮，五，四，四，三，把胸腰顶上，哇，太棒了。膝盖正直，脚跟踩地，漂亮，脚跟踩地，老师帮你。啊，停下。充气了。接着。腰别受伤，核心力量。对呀、啊。好吗？腰别受伤啊。跪着。干什么呢？我帮你下腰。脚尖先放正，按一下直线，把分开点。好，下。来放正。一，有控制的，平下行。还好我没让你起。好的，往上拔。二。对，九。来，不进。七十进。停换，对，起，走，三，屁股收紧，停换，不能什么也不想呀，屁股收紧了没有？下，控制的，落地之前再控制，起，来，你来，坐下来，啊，肌肉甩了吗？收紧，下，落地之前再控制，再控制，再控制，打死你，起，下去。那你控制有控制的下呀，甩抱，再甩抱，来过来，别老是干什么，小心，对，要等一下，不要，实大，不要急，等一下，甩抱，好，继续。也是九十五分，没耽搁吧？那回家呢？其实你故意想说推着后腿就跑，知道吗？是。你这个地方也是之后呢，下腰没有了。三，走。是谁？啊、嗯。慢点。嗯。好，收。来，我们做个极限的。沙袋是一斤重的。嗯。来，吴梦一，咱们过来，你俩。入一个，还能谁能抱住膝盖？举手挑战一下的，我可以辅助他。上来你，过来过来，好行。你上来抓膝盖，对，准备你们四个做一次，五六上手七八走下，漂亮。俊一，还是我。哦，你的腿怎么了？重新再往上。好，你上啊，我往上录一下，来帮他啊。九八，木一抓膝盖，快大拇指过去。六，快，默默加油，抬头。四，木一加油。三，
二，吐气，一，好的，走，起，收，好，不做了。来，其他一把电灯和双棍都收了，来，准备把下束腰抱腿做一次。然后踢腿干一次，这时候就行了。快，腰活动开，这些动作就很简单了。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创意的舞蹈直播间。我们在练基本功，教英语的丁老师都一样，都是文化课英语老师。我能阅读会文单词，对，文化有文化的难，舞蹈有舞蹈的苦。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来，所有人准备竖叉抱后腿啊，到我们的把下满天星的位置。与刚刚站的对，好的，来准备。手臂放两边，抬头挺胸，面对三点方向转身转。好，左腿跪地，跪。好，出脚下，抱后腿啊。嗯，李老师，你们下课了吗？没有。行，你就跟他们互相跪下吧。嗯。来，准备，出脚抱后腿，一定要想延伸啊，想伸直。来，你往后去一点，再往后去。站回去，对，你往后去，脚背别碰别人脚背啊，你往后去，怎么？和他脚尖对齐，对了，好的，脚尖绑住，所有脚尖绑一下，身体要方正。好，第三排的同学，如果下不去的话，就双手往后推就行了，不用起个手，这叫跟摇旗一样，双手往后推。能下去的同学，双手去找你的脚腕子，找不到脚腕子的话，就可以找膝盖。准备啊，五、六、七，走下。第一排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对，脚尖绑一下，双手膝盖漂亮。你看，努力争取的人才是最什么呀？最漂亮的。九八，摸膝盖伸直一下，七六五四三二一，起。好，对，再把胯放近一点。对了，你自己知道啊，再放正一些。好，准备最后一次，你胯歪了，往那边来点，一块，对，六七，留下，别动，是要想弄个像的好不好？走，慢慢的移重心，好，撞到他了，十，九，漂亮，八，膝盖收底下，七，六，好的，统统往后来点，四，好，反过去撞着脖子，三，二，好的，默默，一，好的，七，收，放松下。好，你们这样，竖叉抱腿下不去的同学呢，每天要回家推腰，胸腰二十，大腰二十，然后跪下腰二十个，你这十天竖叉抱腿你就会有进步。腰疼的同学就做俯卧撑推腰就行了，好吗？啊，每天要做的任务啊，每天跪下腰最少二十个，好不好？二十个之后呢，这个竖叉咱们就往后推，或者就是趴地上往后推，行不行？这十天我期待就是整整齐齐的全班竖叉抱腿。非常标准的走下去，然后你要注意就是把膝盖伸直，不要理，转身反面快，左腿会好一点，左腿来，左腿能下去吗？能吗？可以，没问题，能下去吗？没问题，能下去吗？差一点是不是？好，我扶一下他，然后我帮他，能下去，我帮他弄，帮我弄一下啊，来准备，对，来准备，所有人延伸啊，极致的来一个，准备，左腿伸直，膝盖抱住。拔起来，双身六，好，手啊，咱们不用起来手，咱们直接贴着地，直接往远处走啊。六，反慢把膝盖伸直，六七，走下，贴地往最远走。好的，部门一，脚背再绑一下，你们和他们的细节，对，就缺少一个细节啊。胳膊伸直，反慢，放松，放松，快前头迈开，前头迈开一下，前头迈开一下，前头动一下，十，放松，九。八、七、六、五、四，迈脚，三、二、一，好的，收，起。前撇内扣的话，就努力地往压，这样你就受伤啊，脸化，这样收，起，站起来，把伤踢后腿，一边各十个，快，快速扶这把杆。
经过擦地，记住我给我们的路线啊，来，越高越好啊！来来来，去中间。搬前腿垫旁腿，就是这么回家练习，好吗？下节课我要看了啊，我要看到一个搬前腿垫旁腿，还有一个作业就是脚背，是因为时间原因，老师在课堂上没有练脚背，你们自己要回家压脚尖10分钟，就只做脚尖，压脚尖，好，耗大脚背半个小时，下午和晚上时间，听到没有？好，去吧，喝水。
OK， 我的水杯，那怎么样？还行。谢谢燕舞对我们的认可。在哪呢？水杯？啊，就这。哎呀，这，感谢感谢。你走的时候把脖子收回来，别一直端个肩膀。当然可以来集训了啊。马老师让我提醒你说，给远远那个班级问一下衣服尺码，他要给他们统一电道具和藏族的裙子。好，好，嗯，可以，咱们有外地来的孩子。然后燕舞，您咱们私信聊好吗？行，我一会儿下直播我看啊。欢迎我们来到创意舞蹈直播间，上课跟打仗一样。我们到下一个班的积木工了。一个一斤，啊，一点五，对，一个一斤，一个是一斤，两个两斤。成人的话就可以买两斤。你学舞蹈多久了？我从两岁半开始学。两岁半就开始学了，这么棒。好了，我们到下一个班了啊！老师先暂停一下直播，我看一下。对。